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OK， 大家来看这个封面。好，这个封面 SS 草剃马巴神，然后库拉 K， 然后不知火舞雅典娜，然后这边是反奇亮马还有泰瑞，那中间是那个 BS 史诗角，这就是我上一期说的啦。哦，有人推测应该下次应该就是板崎亮跟泰瑞，可能啦，可能。好，来吧。这一期好玩一下 Q 号要干嘛？我上次不是红宝石700、7000，然后80抽，然后都没抽到任何五星吗？想要再拼拼看，试试看手气怎么样？只是试试看而已啦，吼，试试看手气。那公会部分看起来真的是，那位玩家应该真的是感觉像是弃儿啦。哦，因为五天前差不多啊，五天前就是刚改版嘛，然后抽一抽。抽完了没抽到七坑，蛮有可能的，我觉得是这样，蛮有可能的。416已经玩到416认可了，应该也蛮认真的吧。我就这两天过一两天吧，我再收人，你们再关注一下我的影片吧。来看一下吧，公会讨伐战。大家都改用那个风纳是不是？不是风纳，那个雷欧娜 ，BS 雷欧娜。观察一下。哦，他没有用哦。他用这只应该是要单挑吧？他应该是要单挑。感觉上好像单挑哎。哇，伤害都好高哦。哎，这组没有，这个还是2000也没有，没有用那个雷欧娜。哦，都伤害都越来越高了嘛，都100要死。好，这边有人用那个 BS 当队长，雅美蝶，哇，都三星了哎。哦，运气不错、哦，高尼斯也三星。好，那 Explode 的话应该也有用吧？应该也都有用。Explode 随便打吧，因为这个好像400M 就可以过了，400M 就过了，我都随便打。好，这边就还好，也都是有用。稍微看一下大家的组合，就雷欧娜当队长嘛，然后 BS 这个我昨天有用，就是打那个队伍接力挑战，这个我有用，我也是用这一组。好，反正就下周看看吧，下周再看看。应该不说下周啦，我可能在明天吧。因为我没有活动公告干嘛了，我就把我的雷欧娜练到三星。那我也来单挑一下公会讨伐战，我来试试看。好像听说可以啊，试试看。单挑的话比较累耶。好。那来吧，我目前已经80抽了，哦，80抽，这只是抽好玩的，就看看自己手气怎么样，因为我这次真的运气不是很好，想说怎么可能运气这么不好嘞？那我们再来120抽，120抽的话是要，要多少钱啊？要多少红宝石啊？10800还好，我这个11万的啦，好不好？11万。OK 的，来吧，跟他拼了，120抽，我也没半只吧？我这个号之前80抽没有半只五星哦，我出现了第一次五星出现了。好。90抽嘛，对不对？90抽，
那这个应该是100抽。好，100抽，100抽。刚我是说120抽啊，应该说错了。好，100抽。100抽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啊。好惨啊。哦，演示了非洲人。这么飞那个，我那个哈姆号不会再抽了，200抽我不会再抽了，太难了太难了，110啊，什么没有，啊有了有了，110中我抽一只耶，终于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啊，还不知道是不是，来吧，好，高你尺，110高你尺，这次我抽了600抽耶。两个号累积600抽，好110，抽到高尼茨，都没有爆发，就是一次来两只这样，爆发一些，来120，120，没有。好130，140，所以那个弃坑是真的啊，抽完就弃坑了。我就说每次弃坑都是那个改版后有没有？你看那个没登录，大概就是抽完然后就不爽，然后就弃了，就移除了。好像150是不是都没有啊？哦，这很难抽啊。哦，我觉得游戏机率应该要改一下啊。真的真的要改一下，因为它变成说你不是只抽到一只而已，你要抽到好几只啊。160，就是说你抽到一只两只都没用，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觉醒的机制嘛，以前觉醒就90等就好，就 OK 啦，就上线了。哇，一次来四只，但都不是，所以它这个机制再不改哦，每次一个改版就会流失一部分的人，一直流失，老玩家就越来越少，然后又没有新玩家加入。170的是不是啊？好，又一只，不知道是不是啊？也许不是啊，跟哈姆号一样啊，就抽到不是。好，雷欧呢？那这个号还算可以吧，各抽到一只。我觉得你各抽到一只算是最基本的，各抽到一只我觉得是最基本的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运气很不好。各抽到一只，我觉得算是中规中矩吧。170的嘛，对不对？来180，我这个号都是抽来收藏而已啊。没了啦，没了。好，180，来190，这么看来我哈姆号又来一只，又来一只，还好啊，三只其实还是低于水准，因为应该要3.4只嘛。老高，高林子，风暴嘛，或者是神父啊，他有很多称号，因为拿着一本那个书啊，好像神父一样。好，这样的话，我这个号可以高林子跟雷欧拉各觉醒一星啊。那这个号运气比较好，否极泰来，有没有？前面100抽都没有任何东西。好。高尼茨，好200抽，那就保底可以换雷欧拉，当然各一星啊，就行各一星吗？还是还要再来？啊，没有了没有，我做梦了。
OK， 那这个号运气比较好一点，真的运气好一点，稍好稍好，但也没有到很好，也没有到很好，就是水准吧，还在平均水准，两只一只嘛，然后保底券这样各一星，好，还可以还可以，有一点点搬回来哦，因为那个哈姆号跟失败抽运气太差了。不然那个高灵使你觉醒一星，觉醒一星也 OK， 因为他可以当队长，他也是可以当队长，红属性队长。然后有网友说可以打那个冠军联赛嘛？因为冠军联赛有说是不看你的战力，然后就是让你用90等吧，是不是？他有时候会有一些条件，你看这边不套用队长技能、队伍缘分，不套用战斗，可套用战斗卡。还有你看这边会调整格斗家等级嘛？就算他有时候就你看全部都变90等，应该是啦。就是说你没有你抽到的角色，你还是可以拿来玩，还是可以拿来用。但是只是在这边而已。我之前因为没有很少来打嘛，我就没有想那么多。有网友上次给我提醒，就是说没有啊，抽到还是可以打那个冠军联赛。对啊，你还是可以抽来玩，就去冠军联赛玩玩看嘛，爽一下，用心脚虐人。好，来看一下图鉴吧。图鉴的话，这个号都是收藏啊。哦，你看全有 BS 全有，这个因为我没打啊，死尸人完全没打，所以你看我都有收藏起来，收藏而已啊。所以有的就只有90等而已啊。可能那个保顶券我搞不好也没换，有时候也没换。好，高灵石我也可以一星啦。但是是这个号，然后这边的话、啊，哦，这个第二弹没抽，是不是？因为第二弹我忘了说哈姆号抽，然后这是第三弹嘛，上一期我有抽来玩。我建议大家也可以玩双账号啦，如果你红宝石真的不够多，又想要抽角色收藏的话，就玩双账号。这个账号我也没什么培养啊，应该说以前是。本人 Q 在玩嘛，后来我接手，WWE 他又弃了啦 ，WWE 弃了之后就是换我接手嘛 ，WWE 很久啦，好 WWE 我没有抽到这个送葬者，没抽到，他就弃了，弃了之后就陆陆续续就出了这些吧。什么七骑士啊，七大罪啊，哦，这些都陆陆续续出处啊。然后 SS 开始称霸，称霸这个游戏。哦，这游戏基本上没有 cos 65，不要出来跟人家混了啦，好不好？你这个 cos 的没有65，不用出来混了，混不过人家。全部都 cos 65才可以混，在各个副本上才可以出来打混。好。那这一期就先这样吧，我就看看还没有公告啦，就一样等一下吧。你们看到影片是礼拜，就10月5号礼拜二的下午嘛，我现在是凌晨的时间。再看看有没有公告，如果真的没公告，我就把雷欧娜升上去了。升上去就看能玩什么就尽量来玩吧，能玩的也不多嘛，就固定那些而已啦。那就先这样咯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